小青。哦，你好。小青听到吗？好像听到了枪声。不，这点小伤还可以坚持。印度是夹着
正中目标，前方有敌人，准备作战。下一个是谁？我好像听到了枪声，阿婆，我哈哈过来吧，谢谢很多。哎呀，慢点呀。嗯。还有慢点的。这次我可不会射偏了。嗯，我可以的。你的枪法还需要多加练习哦。枪声，今天就这样吧。我好像听到了枪声，你的枪法还需要多加练习哦。小心，前方有机甲出现。好疼。
蛇添了。还需要多加练习哦。
抓住目标。今天就这样吧。射偏了，这次我可不会射偏了。谁说不驾驶机甲就没法获胜？正中目标，谁说不驾驶机甲就没法获胜？看来你还没和自己的机甲取得共鸣啊。我这个命令，哇，他脖子都这么硬，我的天！